沙家有讲，方刚连，伊讲我下辈子要娶万财出去，啊，不过娶万财，只么说死在约会所在，你，也唔是你是想就是无？什么批啊？我无可能下批给伊啊！你唔是你无紧，我要想办法调查出来，将人撮对。等一下啊，大林，这件代志哦，真正跟红莲无关系啦。你闹什么了？无你听我啦。方小姐，你讲。我有看到恁姊妹啊，甲楚万才拢有起冲突。我甲你拼我！你是咧冲啥呢哈？楚万才，你别想怪我哦。照你来讲，你嘛是有嫌疑，将两个人昨天接受调查。稍等一下，苏清甲杭林，无可能是台资出来也杀人凶手啦。我会记得你，你叫当会跳对无？伊讲，我嘛有看到楚万才将你杀掉。所以你冇虾米，准备啦，拢插队。小等一下，大人。蔡老爷，无得靠是家己跋倒头壳，伊弄着石头才死的。我唔是杀人凶手啦。你哪会知影蔡万才的头壳是去弄着石头死？我是胡白乱摇的啦。好佳哉，你无摇的，因为蔡万才的死，要讲到凶手才知影。将所有的人拢抓队。大林啊，你明明知影阿这红莲还佫有出钱，伊毋是凶手，想怎伊就要抓伊啦？伊若是要救阮青梅啊，就爱赶紧证明伊毋是凶手，莫有才调，赶紧找到证据，好下当抓到真正凶手。进前你的斗商，毋是一直真反对？你甲我合作开会社，做袂严的生意。哎呦，所长你放心啦，以后吼就无人会反对啊。咱的合作吼绝对无问题。啊，即摆阮蔡家的生意，拢是由天尊来负责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蔡万财死了后，恁翁阿母都是蔡家的继承人，会当得到上界大的利益，是毋是？当然啊，当然。好啊。查某拢莫讲话，大林啊，歹势啦，阮某毋知影分寸，话啥咧我袂讲啦，请你毋通见怪。我以前捌办过一桩无在海边夺取家产的案件，死者都是互伊身躯边上界亲的人害死。敢讲恁翁某嘛是即款人？毋是啊，阮阿母绝对毋是迄款人啊，冤枉啊，大林。有人向我密报，蔡万财要死之前，看到谁呐？伫路头甲伊冤家。大林讲的，敢是真实？不是安尼啦，阿爸出门迄天吼，我确实有跟踪伊，又毋过去阿爸我现内甲臭头，不是咧冤家啦。哦，最后我嘛唔敢搁坐落去啊。我讲的吼，拢是真的。恁翁某免贪你心虚。我只是提出合理的怀疑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凶手，敢毋是？红梅啦，你做你放心啦，即马我已经知影哦，这个凶手是用什么方法把这蔡老爷害死，所以我相信哦，来面真紧哦，就当找到真正杀人凶手了。其实啊，既然你知影什么人是杀人凶手，啊，唔着赶紧讲出来，阮大家批判一下。哦，你敢真正想要知影？啊，唔过，这摊仔卡大人特别交代讲哦，哎，我袂当讲出去。我若是甲讲出去哦，就算我是泄露案情。哎，无得靠，另外嘛有罪呢。啊，泄露案情也有罪哦。迄日本警察哦，同个淡仔大惊小怪啊。照我看吼，迄蔡万财哦，一定是家己跋倒头壳撞着石头。才死的啦！啊，那有啥物杀人凶手啦？不是啊，无得搞，真正是安尼呢。回条啊，我自头到尾哦，就无讲这蔡老爷是安怎死的。是安怎？你会认为讲蔡老爷死甲石头有关系啊？我只是乌白药的啦。唔对哦，我感觉你唔是现在药药哟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，
是在你手。